超能王子林宥嘉这个周末要开演唱会了，闭关练习了好一阵子。Yoga 下午彩排时候首度公开魔鬼训练之后的成果，结果很明显的 Yoga 瘦了一圈，跳起舞来也轻盈了许多。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不禁要跟着他摆动身体。次开个人演唱会，林宥嘉不敢马虎，彩排时非常认真，每个动作每一个音符都斤斤计较。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疼他越相信永远得不到。不但唱自己的歌棒，演唱经典歌曲依然有自己的味道，加上苦练许久的舞步，看看宥嘉是不是充满青春气息呢？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，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是不是又变得又更杰出，然后又还蛮期待他的发展的、很可爱。几位幸运歌迷抢先来看 Yoga 彩排，林宥嘉希望演唱会当天大家都能来共享盛举。我要自己有享受到，观众才会觉得有享受的感觉。他唱的歌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啊，所以他唱什么歌都还不错。出身超级星光大道，宥嘉也给学弟妹小小鼓励，有一天他们也能站在这举办个人演唱会。在那个环境成长的都可以就是学到很多东西，很快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不需要担心太多。就是喜欢宥嘉的歌迷朋友，别忘了一定要到现场替 Yoga 鼓励加油。